力的一支舞，掌声欢迎！闭幕的时候到啦，准备好退休快乐！准时钟鸣，绝对要来点不一样的闭幕。首先拉开我们谢幕序幕的是我们三十的二年级的同学们，台上十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所有人都要坐，相信这是很多高中生的。所有人都要坐，跟着坐，快点手举起来，学生起舞，快点，每次练舞三次，被学长姐骂，我们真开心。坐完坐完，哥，你也会，你也会，不要说了，跟着坐，也是。你们已经坐着二小时了，身体需要动一动，请跟我们一起坐。我也不懂为什么都闭幕了，资琴老师还要这样逼我们。小姐们很怀念吧？真实啊，不然等下回去跳舞哦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某位老师才不会愿意放过我呢。把毛巾准备好，还有核心要做。哇哇哇！偷懒，咨询老师再看。全部的学生都得热舞社的日常啊！所有人都会吧？核心的时候到了，六，肚子出力，哎，跟着做，让张建明下去下去啊，跟着做，世界一起奋斗，加油，一起奋斗，加油，观众们请不要偷懒，继续继续。各位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来做哦。好美啊！老师，我听到你说还有两首，我好想哭啊，好累啊。黄晨宇，魏晨宇，李文，哎，最漂亮，最漂亮。Thank you.
来我需要大家一起跟我唱，喉咙准备好真的是最后一首了。期待这一次轮回的憧憬，多么奇妙的结局，原来是绿萝卜，今生你我怎能怀疑绿光在哪里，嘿嘿，能不能再一生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无用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如此的美丽，黑来小丑来演出部分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呢，因为今天是我们马街的大日子，而且呢，我。